金钱症候群太早出现有危机。典型金钱症候群还是要算时间，不能把所有账都算到金钱症候群。如果是超过前四天以前，甚至前七天以前，那就不太对，那叫小心一种多囊性卵巢症候群。今天晚间八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，超市33频道。